吴妈妈，我已经照你的意思，把吴金玉迄个假冒的查某电到金死死啦。虽然信贤哥一知影真相的时阵，伊的情绪较激动，对我嘛无啥了解。啊，不过我相信只要吴妈妈你愿意跟我斗三工，替我制造机会，信贤哥真紧就会当看到我的好，嘛袂阁甲吴金玉讲。啊有够啊！你所有要讲的话，我拢已经知影，无需要再讲。才过无两天的时间了呀，你就把代志处理到变作安尼。廖萌子，你足敖的。吴妈妈，你对我是不是有啥物误会啊？我哪有？这恶质的行为，哥仔已经拢惊到啊！武山集团佫讲要把咱广告的赞助摕掉，若是真正安尼做。这个损失你敢袂记？哦，我今仔日嘛是来向你解释这件代志啦。哦，吴妈妈，你拢唔知呀？信贤哥为着要帮我迄个吴静玉，伊把吴山集团搬出来呢，搁威胁电视台的台长，要给我压力，我真正感觉足委屈的。感觉委屈啊？所以你为着要让自己受委屈？就把所有的事情、所有的责任都送到我这来先。妈妈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免在我的面头前顶嘴啊！你是不是跟我信贤讲，你的所作所为都是我叫你去做的，是经过我的允准的？无唔对啊！吴静玉这个名嘛是你主动提供给我的啊！你哪好意思讲无唔对？我一个什么所在讲多一句话，啊！你去安尼处理代志。吴妈妈，你可能是贵人多忘事啦，才会袂记哩咱迄天伫个 VIP 室内底讲过的话。你讲你知影我有野心，嘛真欣赏我袂妖怪假势力啊。你哥哥只要我做出予你满意的代志，你就会考虑予我甲信贤哥做伙啊。你用家己的理解。去外国，我所讲的话，那是你自己想、自己对。你根本就是想要破坏我跟信贤母仔的关系、母仔的感情。我哪会敢啦？哎呦，我真正是因为无说你讲伤紧，唔才会讲闹到去。而且我有马上跟信贤哥解释，毛叫伊唔通怪你哦。是我自己求表现，才会去调查吴静玉的啊。而且。确实是吴妈妈，你叫我把吴静玉这个对手踢走，证明给你看，我有能力会当帮助信贤哥缓解关系。缓解哦，那真正让你给你吧。阮母甲早班的，你母甲乱加线提，讲开咱坐无头脑的话，吴信贤甲即马过来跟我计较，就算佮我讲话，嘛真歹势。一个给爸爸关在房间里面，到位就不准去。你心吗？不用嫁你吧，我早就给你母家路畅畅了。这个吴静玉到底是到位好啊？竟然让信贤哥这样为着他抓狂呢？吴妈妈，那这样咱刷下来是不是？哦，不用刷下来，事情到这为止。我会跟你见面哦，就是为着要把事情讲好清楚。以后大家慢慢小交叉吧，啊，那无我一定会让你害到凄惨落去。啊，我甲信贤哥做伙的代志，你今次还阁想要叫我信贤啊？我老实甲你讲，这件代志，这世人永远都无可能。阿成，送我回去。是。吴妈妈一定是去扫到信贤哥的风台尾，才会牵拖到我家来了。我袂当这么白目，搁去加赌。哇，扫落来应该要哪做才好啦？你也别关心，卖个头砍掉掉啦，安尼无好喘气。哎，信贤啊，你阿在是咧创啥啊？来，给。
无困就紧起。信太，信太，安奈是你爹家？起。我问你，姓贤人呢？你把姓贤放走去啊？我就是看姓贤哦，你唔食唔饮，啊，惊身体怕怕伊，所以，无你是要造反啊？啊！你无甲你小弟做一个好模范，就准拄煞，搁暗互姓贤来骗爸母，你有够可恶嘞你啊！你偷偷甲姓贤放走，互伊去找迄个头壳有问题的查某囡仔，因若是相带走，这个责任敢担得起？恁总是用强迫的方式。表甲信贤哦，接受你的安排，安尼哦，干来甲信贤的心愈杀愈远啦。什么在愈杀愈远啊？啊？敢讲伊连家己的爸爸妈妈拢无爱啊？一定是你哦，乌白个教哦，啊，使用信贤哦来反抗咱爸母。因为你的安排，我无我家己的人生，我是不忍心看到信贤走到跟我同款的路。要唔过，我无使用伊，我阁有甲苦劝呢。苦劝啊！你苦劝啊，帮助伊得走。好啊，你莫阁吵啦，甲新鲜菜就较重要了。你和新鲜都已经伫边啊，尼久啊，敢真正出代志啊？哎呀，你莫着急啦，阿伯出来表示伊先过来解决我。我唔好，我若卖甲伊杀开，伊就袂。吴金玉，你倒是讲，我姓谢谁来出车祸？哦，姓谢就是为着你，甲厝内的人咧冤家啊。我有可能伊今日紧转去，我无甲伊讲，阮无结果啊。你的意思是我的后生，甲你哥哥啉，莫假啊啦！一定是你阿妹啊，害啉什么花水，才家袂甲我无好去。因为你，甲因爸爸硬嘴硬舌，不管安怎苦劝，伊都唔听。妈，莫遮生气啦！今嘛先不好清楚姓贤哦，到底是安怎较要紧啊？哎，伫来半路吼，我有靠个病院院长。伊就随问这个急诊的外科主任，伊讲哦，情况真严重呢，可能有内脏破裂的情形啊。东西的状况哪会这尔严重？你莫甲我讲是阮先生家己做去买药，才弄着。妈，啊，伫车顶的时阵哦，我有打电话给警察局长问过过程啊。肇事司机是讲。姓贤雄雄为人行道倒落来，啊，司机根本就袂负欢迎啊！就是因为安尼，佫较爱问好清楚啊！我姓贤，好我伫人行道，那雄雄走去买老车弄着，头爷，是毋是你？我着要替家己小妹出气，条刚说我姓贤去学车咯。不是阮哥，是我啦。迄当阵信贤把我救掉嘞，我为着要甲伊杀开，结果都无死。我就真是你介绍查某来，你甲阮信贤杀去买路，车路就先让你家己完成出去好车路。进，好啊，莫阁救救人啦，这病医嘞歹看啦。妈，这嘛袂当甲咱怪因啦。我嘛不应该放青年出去，我嘛有责任啦。你即摆后悔，阁有啥路用啊？啊，你家己看啦。你放青年走出去，果然出代志啊！哦。青年是我有真心的，我开门关救头灯啊！我不想要死给我老师，因那是有啥物杀头的，结果我不想要活。袂啦，袂啦，哦。妈，你莫哭啊啦，来，
再给你。一定要有交代啊，一定要尽全力救信贤的，伊都有代志啦哈。万一有信贤真正有安怎，那那个检查的人甲伊明小姐地位，我着专心对付汪英玲就好啊。我搁爱感谢恁这对兄妹啊。阿叔，恁今仔怪静玉，我袂代表这边，不管是医药费还是笑死人，莫讲是医药费，就算讲要把这间病弄买落来，迄嘛是小可代志啊。阮妈已经跟你讲到足清楚啊，不准这个查某嫁入来阮家，啊恁偏偏啊唔听，一直要甲信贤高高低低，才会发生这种悲剧。恁哦，就是杀人凶手。今晚无需要讨论，到底是谁个上高高低低，信贤搁了急救，是安怎要等伊生出来，才看事办事。办啥事？松叔哦，你是伫胡白讲啥？以前就在之前，爸，无啦，啊，我是看这对兄妹吼，拢无要无紧，我看了就生气的。吴静玉，怎么样？我后生若是无代志就出多耍，可是伊闹什么事干涉，我就对阿你要不要赔命？这么状况安怎？相反，吴信贤伊会被中暴力大量出血，今仔阮紧急在调乌行血，病医来的库存无够，可能怪对北京病医调。嗯，唔对啊，吴信贤伊是 A B 型的呢，啊恁调乌型的血是要创啥？这点是肯定的，伊是乌型无唔对啊。这不可能。信贤出血时阵有验过，伊是 A B 型，无唔对啊。吴律师，麻烦你甲医生哦，搁确定一下。啊，若无输错血，那就真麻烦啦。这无需要搁确定啊，这是肯定的啦。再有这文件，爱请恁签名一下。手术同意书甲病危通知书，我看看出来提哦。从我生完小雨，等甲规个乱糟糟，但中心爸爸要死要活，每一工拢有人上门来吵吵闹闹，我根本就无想到要验红孩仔血型。小雨还袂一岁，我就离开陈中心了。我竟然袂记啊，母亲做小雨的血型。现在的血型甲电器无共款。蔡霞，你讲，我甲你哪有可能生出恶性的囡仔？你讲，你到底有啥物代志在问我？啊！爸，你莫胡白想啦，无可能的啦，吼、哦。对啦，爸，你莫遮尔激动，豆豆问，即马上重要就是赶紧把恶性的血调出来，让医生过去把信息交代，较要紧啊。那是信贤有问题，佮叫伊要创啥？不用，你知影佮佮伊讲啥无？信贤是你的后生，这点绝对无需要怀疑。我的后生血型哪有可能是恶型的？你上下跟我讲有清楚无？你来问我。不要，爸不要，爸，爸，你先放啦，爸。庄天硕，你签。爸。好，你坐，我爸昏倒。好，您等一会。